姐姐，你知道今天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吗？我知道，有很多很多。那你知道今天的游戏单元有哪些好玩的吗？有很棒很棒又精彩的。哎，那你还知道今天有哪些卡通明星会来吗？你怎么不说话？哎呀，都一直嘘，不让我讲啊。那是因为啊，真正的节目内容要让小朋友自己看才精彩啊。小朋友，你们一定要看今天的节目哦，因为有很棒很棒。我是星星哥哥，哇，好开心又可以和大家一起玩猜谜游戏咯。那聪明的小朋友今天也要动动头脑帮我们想答案好不好？好，挑战要开始咯。嘿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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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嘿呦，小朋友你们别害怕，两个提示，来玩玩猜一猜。猜对了，大大的宝物送给你。哎，猜错了，你的宝物让我们带回去。悠悠猜猜王，大力小巴，塔口船长，欢迎你们来挑战。今天悠悠猜猜王看起来特别有精神呢，因为我们是健康宝宝，精神百倍。哇，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的啊？哦，运动啊，有了好的体力才会有好的脑力哦。每天举哑铃100下，身体就会变得更强壮哦。那像我呢，平常就是拉拉筋，这样运动可以让我的脑袋跟身体一样的灵活哟。运动是很好啦，但是小心不要运动过度咯。哎，放心啦，我们很厉害的哦。我知道了，他们一定担心我们变得太聪明了，会把他们的悠悠宝物给带回去。今天呢，我们还不会上你们的当嘞。猜谜游戏的时候，你们可要小心了。哎，船长，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谢谢船长。这个提示是，一个长方形的桶子哦，你们一定觉得桶子不是圆形的吗？错，这个桶子是长方形的哦。那请问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会动还是不会动啊？哦，这个桶子啊，它站在马路边一动也不动，不管别人喂它吃多少的东西，它还是一动也不动。而且啊，它非常挑食，它只吃纸，不吃其他的东西哦。答案有一点难呢，没关系，我们赶快想想答案哦。哈哈哈，你们猜不到！哈哈哈，你们猜不到！哈哈哈，你们猜不到！你们猜不到！在路边的长方形桶子没有很多啊，会不会是垃圾桶啊？哎，有可能哦，但是没关系，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二个提示。船长，请给第二个提示。谢谢船长。嘿，注意看咯，提示是红色还有绿色，意思是说啊，这种桶子都会有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起出现的。红配绿真美丽，即兴找它没问题。小巴，你把即兴说出来了。我觉得大家好像知道答案了哟，太棒了。啪啦啪啦噼里啪啦猜不到，啪啦啪啦噼里啪啦猜不到，猜不到猜不到，永远猜不到。小朋友一起大声说答案是什么？油桶。是油桶吗？我们请船长公布正确答案。站在路边长方形的桶子，一边是绿色，一边是红色，用来即兴的就是。油桶，哎呦，他们猜对了，耶！拍拍手，太棒了，我们成功了，耶！宝物是他们的了。
快乐，真是叫人伤心。对不起，对不起，好运还是不来临，这次输得惨兮兮。哎呦，大力，小巴。是的，船长。接受失败的惩罚吧。哎呦，大力，我怎么觉得全身酸痛啊？会不会是我们不小心运动过度了？你可以帮我按摩一下吗？没关系啦，下次等我们精神恢复的时候再回来挑战。小巴，我觉得我的肩膀也很酸呢。一起按好了。小鸭跟着妈。
个性活泼外向的婉婷和今天有点害羞的婷瑜是每天都会黏在一起的好妈咪哦。待会他们要带草莓姐姐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嘞？好期待哦！
西，永远都是马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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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约定不要分离，永远都是马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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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马吉，马吉马吉，你是我的马吉，马吉马吉。下一次节目播出内容啊？哦，不用啦，精彩的节目让大家自己看就好啦。可是，请大家记得准时收看。悠悠点点名，下次节目啊，有我，还有，自己看喽。大家好，我是太阳哥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也要记得按这里哦。